要画嘅嘢系乜嘢咧？阿文，你见到我嘅嘢噶？得，可唔可以拱高少少啊？好窄。得啦。系 OK。其实基本上嚟讲，今日画嘅嘢咧系纯粹用墨嘅，好想大家将嗰个墨咧，即系嗰个运用咧做得好啲，所以咧就今次咧就纯用墨。其实应该嚟讲呢只要颜色好睇啲噶 ，OK 啊？即 originally 嚟讲呢个应该 colorful 嘅，呢个系想画鸡冠花。就是我们画的是鸡冠花，所以应该是很有颜色，但是我刻意把它用深浅墨，目的是让大家掌握一下那个墨的干胶浓什么的。墨分五色嘛，那个也是比较简单的说法，其实何止五色，就等于九型人格，人的人格怎么可能只有九型啊？这九型人格边有可能得九种啊，痴线啊，都出本书咁解嘅啫嘛，用嚟讲 talk， 用嚟氹你哋去听啫嘛。人格點會得九種啊？係嘛？即係叫做啦，咁啊，俾個名佢咁解啦。一樣道理，墨分五色，墨點字五色啊，都鬼魚嘅呢啲。永字白髮，書法點字白髮咧，都講嘅啫。嗰啲人通常講呢啲人嘅都冇乜收過學生啊，基本上嚇。睇住啊，雞冠花個形態好靚嘅，真係好似雞冠咁樣樣。就雞冠花的樣子，就是那是一隻雞 ，OK， 一隻雞，它上面是雞冠。就真係咁樣樣嘅，所以嗰個雞冠花咧係啊，你真係嗱一下落嚟嗱，唔好太死板，唔好就咁樣樣喎，你兩下嗱多一下 ，OK？ 太濕咯喎，乾身少少，見唔見得？好，再嚟另外一邊，它其實是分兩部分嗱啊，咁樣都得嘅 ，OK？ 即係呢一邊一塊，呢一邊一塊。而且有深淺有乾濕嘅，有深淺有乾和濕。嚇呢度佢有個 V 字形，再落嚇，然後呢邊又係咧，呢個地方咧通常有呢啲。好多人问点解嗰啲花全部有呢扎嘢嘅？呢啲咩嚟嘅咧？佢本身系一个种子嚟噶嘛 ，OK？ 然后呢入边系花苞啊、子房啊，即系开花之后呢两嚿嘢咪甩咗落嚟退化咗啦。就是说，很多人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很多花都有，就是其实是一个种皮 ，OK？用来是保护那个种子，它出发芽了之后，然后有花了之后，那个花苞、花蕾什么的，它这个东西退化了就变成拿下来就这个样子。OK， actually is the skin, the cover of the bud. OK, the flower, the bud. OK, or the cover of the seed. OK， 这个秘密。OK， the function, the feature is to protect the seed or the flower. 咁跟住佢退化嘅啦嘛，就咁样样咯，就变咗咁啊呢啲咯。OK， 所以你做完呢個之後咧，成個就得啦。如果你唔夠深色啦，如果你覺得不夠深，你可以再加。咁啊，生動啲咯，可以咁樣做嘅。嚇，雞冠花其實佢真係畫嘅時候係好困難嘅，佢係咁樣樣噶嘛。我唔知道你見過未咧？就鸡冠花的样子，其实它是很多扭曲的、弯曲的、有折纹的这个样子。但是岭南派要写意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不会真的这样一个一个慢慢的画出来，即系我哋唔会真系咁样画出嚟嘅 ，OK？ 佢系咁样样噶嘛？如果你睇鸡冠花，佢形态系咁嘅，啱嘅。但系佢入边每一个花其实系咁样样过嚟嘅，有啲咁样就接位嘅，明唔明啊？即係咁樣樣啊！呢啲深啲 ，OK， 出邊淺啲咁樣樣 ，OK。但我哋唔會咁樣做，我哋直接啲用呢個寫意手法畫 ，OK。葉子的畫法比較簡單一點，葉就普通我哋嶺南派嗰啲啦，一筆一、二、一、二、三。你睇下個人識唔識嶺南派嘅話，你睇呢個得噶啦，嚇，睇個葉得噶啦。你可以勾根嘅，你可以勾根。OK， 嚟多次啦，停。
葉景咯，咁就係咁。OK， 咁你加只嘢好啲，加咩咧？你可以加蝴蝶，加蝴蝶，可以加蜻蜓，也都可以加蟲、蜜蜂啊、蝈蝈啊都得。我希望大家可以加一只东西上去，你可以加蝴蝶，比如说在这里。加蝴蝶，可以加蜻蜓，可以加蜻蜓 ，OK。You add one little insect, OK? Here, butterfly, the dragonfly, the bee, or bees. Do that, huh?OK， 蝴蝶都得。咁呢度可以點嘅嚇。輕鬆啲啊！咁當然都可以畫只蟲啦，啊，即係如果你中意嘅話，譬如話睇到個阿敏啊，得睇到。咁一撳，土可以唔使為啦，慳翻。都得噶，就咁。所以你完全係靠你自己控制個深淺物嘅。如果你做得唔夠乾淨咧，一笪嘢。就是、說如果你畫得不乾淨，深淺做得不好，水分控制得不好，就一片黑色，或者是很模糊的樣子。那如果你要清晰的話，就盡量把那個就三隻碟。就两只碟，就一盒子的水，然后就两三支毛笔，就在这个 简单或者说简陋的情况之下把那个画出来，再这样了，今天试一试 OK。